Chinese teacher Mandy.我看见小雪在外面一边哭一边打电话，她没事吧？听说她男朋友要离开她，所以她很难过。我知道他们是大学同学，在一起都5年了。以前我还经常看见她男朋友来接她，每次小雪说到她男朋友的时候，都特别高兴。他们怎么突然就要分了呢？听说她男朋友认为他们两个有太多不一样，如果一起生活会有很多问题。都5年了才发现这些问题啊，我有点不相信。小雪也觉得很奇怪，她想和男朋友再见面聊聊，但是男朋友不愿意跟她见面。小雪还年轻，又聪明又热情，不用害怕找不到男朋友。Chinese teacher Mandy.